雪兰莪州队在昨晚落幕的第十八届大马运动会中勇夺59面金牌，傲视群雄。雪州州务大臣阿兹敏阿里今天宣布加码奖励奖金，同时在个人项目，凡是在个人项目夺得金牌的选手将可获得5000令吉奖金，团体赛冠军每人则可获得2000到3000不等奖金，希望借此表扬劳苦功高的选手。阿兹敏今早在雪州议会大力赞赏雪州游泳队在马运会的亮眼表现，成功为雪兰莪队摘下最多面金牌。随着州政府调高奖金，拨出的款项也从原本的958000令吉增加到1100000令吉。同时，雪州体育理事会也已经拟定了一项为期5年的体育大蓝图，盼望全面提升州内的运动水平。雪州队伍在本届马运会以59金、73银和63铜的成绩，成为全场大赢家。